家好，我小胖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基础玩家。非常非常抱歉，我自己买的金三百，那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做了评测了，其实我自己看后面，我是做了一个金一百和三百的一个对比啊，我没有做它真正的一个视频，包括试听啊，我们前两期也发了。我一直都叫大家，如果有咨询金三百的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。谁知道我没有做，非常非常抱歉。那买了以后，其实自己的东西就一直都在做厂家的，就很少去做自己的这个音箱的评测，真的忘了这个事儿。今天给大家做，金三百是我原来买了个金一百，然后把它出掉了，因为房间大。所以呢，我就买了金三百作为升级。如果大家对它每一个细节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参考金一百，因为金一百我们说的比较详细一些。好了，褶皱式的高音，这是它的一个专利技术啊，以及一个 2.5 寸的中音单元和两个8寸的铝镁合金的一个低音单元。当然它的铝镁合金会比一般的铝镁合金的硬度会好20倍。非常非常牛的一个技术，叫做什么 DT 什么的啊，反正整体来说，整个金三百无论从造型还是声音，几乎我认为达到了一个完美的状态。当然这个也要跟你的房间起到一定的化学作用。音箱啊，抛开房间聊声音那是瞎掰的啊，所以今天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八道的钢琴烤漆。然后后边接线柱是可以双线分音的，整体的做工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。你摸上去的每一个细节，上边的顶面是皮质，非常好的皮，哎，整体包括它的脚钉，也都是那种铝合金，非常好的铝合金做的，每个严丝敏锋都做的非常的完美。这个外观就不需要去重申了，因为每一个细节都特别的考究，这个就是工匠精神。其实更贵的音箱，你要说音质比这个低一个档次的，比如说银啊，比如说银要好100%多少，价钱翻了几番，其实这个声音不能用100%多少去衡量，不是这么说的，而是它的每一个部分都讲究一点，慢慢的渐渐的就变成了一个艺术品啊，不是说从一个维度去聊声音，它是从很多维度去聊的。比如说它的这些高音扩散技术又会比银来的更好一些，那么对于你家庭的反射，因为家用音箱它不是监听音箱，监听音箱可以根据音箱做房间，家用音箱一定要是根据房间去做音箱。所以很多的家用音箱，比如说博士，他把360度的高频啊去辐射啊，那他就是对家用而设计的，没有录音棚用360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音箱高频的辐射面更广一些，让你的皇帝位能够更宽裕一些，也就是说两个人坐在前面其实都能够听到比较好的结像。录音棚就不会针对这个事儿去优化，这就是家用音箱的跟专业音箱的区别。然后因为是落地音箱，所以它的褶皱式的高音能量感是非常非常强的，频响从30到5万赫兹，对，5万，没有听错，是5万赫兹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有些东西在数据上没办法表现的，就是能量感。它因为是落地音箱，它要考虑到比较大的房间，所以它的能量感直射的冲程是非常的长的啊，就包括如果你是有家庭影院的这个幕布，把这音箱放在幕布里面，它同样穿透力是非常好的啊，就像这个号角高音一样。为什么影院后面都是用号角？因为穿透力强，它比这种丝膜高音、球顶高音的穿透力强太多太多了，所以你能听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它丢过去给你的，并不是你要去找啊，或者是通过把高频调亮一些啊，你能够听到那种有点失真的细节啊，并不是，而是直接很轻松的丢过去给你。所以这个音响在一个基本上100平方的房间，你不要听超大动态的音乐其实就非常非常够了。我觉得是一个无论
从哪方面的音乐去说，都是表现很优异的一款音箱。金一百呢，其实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他的人声，我认为啊，因为低频没有他这么宽松，没有300这么宽松，所以人声这个金边的感觉非常飘逸啊，很高贵的一个高频的这种口齿音。金一百会比金三百更优秀一些，但是如果说全面性或者是自然度，因为 HiFi 聊到后边就是自然这个词儿会经常被使用到，但是能听过自然声音的朋友并不多，就是那个自然真的是要非常好的音箱才能够有那种自然，并不是说三频匀称它就自然了，哎，不是这么说的，而是那种比较松弛放松的感觉，低频打出来高频打出来真的是有一种临场感的这个味儿，这种每一个东西就像你一个人拿一个五斤的东西，你很自然的你甚至可以甩起来都没关系，但是拿个50斤的东西你就吃力了，这个吃力就是你可以从肌肉上看到我拿的东西很重我拿的，对吧，也可以从面部表情看出来啊，你可以装的感觉很不吃力，我有力气我拿得动，但实际上给任何人都能看出来你是有点吃力的。那金一百和金三百区别就在这儿，金三百117的升压级啊，117，你基本上放的一个90 dB 甚至100 dB 的声音它都是很自然的，但是金一百呢就可能会吃力了啊，当然也要看你的房间大小啊，你房间小你也不可能放那么大升压级的，对不对，那你很难过的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是需要那种非常自然的一种状态，就是那个音乐放出来从容啊，特别从容的感觉，就是金三百，那这个是书架音箱真没办法去媲美的啊。当然你要吹毛求疵的说人声高频的那一点亮那一点精彩，金一百更精彩，感觉更精致，就是个小家碧玉的一个女孩，金三百明显就是个爷们儿啊，对，所以什么操活都能做，什么样的音乐都能放，他没有金一百那种女孩那么吹毛求疵那种精致，他的精致不比金一百差，只是说他三频更匀称了，他的低频也精致，哪哪哪都精致，就变成了稍微普通一些，三频就会匀称一些啊。大房间要播放交响乐大动态的音乐，这个金三百是跑不掉的啊，那金一百呢就会稍微弱一些，所以这个看自己怎么选择。如果你听女生听一些特别发烧的人声比较多一些，你追求那种比如说耳机的那种细节的精致度，那金一百并且离得比较近的距离啊，那这金三百呢就稍微远一点，那种轰隆的那种感觉啊，万马奔腾过来的感觉那是非常牛的，而且每一个高中低频的这种细节都处理得很到位，低频非常的弹，哎，但这个就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，因为到这个档次了是吧，后面是拉杆式的这个喇叭和音箱后面是拉杆，因为喇叭后面是个磁铁比较重啊，如果不是拉着的话，像以前那样的做法喇叭会有个下坠力，所以这个技术现在已经很多音箱去广泛使用了，这个技术是非常好的啊，它打出去的时候正好抵消了一部分的箱体谐振，这个是非常好，而且后面的这个导向孔也是来福腔式的啊，对于气流的出来啊，这个速度会更快一些啊，就是反正每一个细节好一点点，这个音箱就会贵很多，这是万古不变的一个道理。那旗舰其实白金500呢又多了几个单元，这几个单元真的就值几十万吗？不是，每一个细节它好像是12道烤漆，这个是8道烤漆，当然我觉得我们上次测了那个白金100，我眼睛看你是看不出
它的区别的，就是这个八道和十二道有什么区别。但是你用手摸，你仔细的观察，会觉得那个会比较厚，啊，你说这个重不重要嘛？对于玩这么贵的音箱的人来说，比较重要，啊，对于正常人如果只追求音质这一个维度，那就不重要，是不是？看个人，我觉得这个是两拨人，只追求音质这一个维度的是一拨人，需要整个玩意儿都成为一个艺术品的又是另外一拨人，他是两拨人，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争的，没有说什么东西就是割韭菜，什么东西就是一定是不好的，他看选择，是吧？就像我现在这段时间家里面，我上面在装修，也是这个道理。你以实用性出发，那就是刮大白铺地板，那就跟出租房一样可以住。如果你要想再美一点，再美一点，再美一点啊，那价钱就上去了。那这个东西，如果你是实用主义者，这东西肯定没意义，对吧？但是市面上眼花缭乱的这么多东西，你追求漂亮美的东西，那么这个东西就很有用了啊。就像女孩说的，美能当饭吃吗？能啊，美比吃饭还重要啊，这就是女孩啊。那男的也是一样，看你自己生活的精致程度是如何，去取决于你从哪个维度去看待 HiFi 这个事儿。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金三百整个一个感觉。其实我自己的印象反倒感悟会少一些，因为很均衡，听了很久就觉得放在那儿特别舒服，特别舒服，就是整个声音的那种质感和给你能够放松的程度，把这首歌表现出来的是你满意的这种状态。当时这个金三百我是盲狙的，对，我金一百我是听了评测箱买了，三百一定更好，它是在一百的基础上更松弛，更加的放松，这个感觉啊，低频更重一些，所以我搬到大房子来，我就盲狙了金三百，我并没有说评测完了再去买，然后就不出意外的出来一个比较好的效果，就正常吧，我觉得就意料之中，就是金一百是那样，金三百啊，大概它的特性没有变啊，人声的高贵感仍然是淋漓尽致啊，发挥的非常好，然后往下延伸的这种平衡性更好一些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吧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技术玩家，我是小胖。记住在我们的哔哩哔哩、新浪微博、西瓜视频和小红书给我留言，我会及时回复大家。优酷、腾讯、抖音、YouTube 都可以搜索技术玩家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